现场民众是用家己的身躯摆出一个大大的炉，来表达出对马英九总统的种种不满。大家在同一个时间同齐倒落去，就是象征希望马政府赶紧倒、赶紧落台。在五月二十，马总统就职典礼一天，民进党南投县东部是当玻璃顶仁爱公园发起签名的活动，就连小朋友嘛伫头壳顶搭着一年路，而且也阁有火伫咧烧，可见现场贩卖的民众对政府的施政是非常的不满。每一个吼、各角落啊，大家拢表达讲伊不得迄个真正不满的心声。咱也希望讲总统哦，爱真正爱听到咱百姓的声音哦。咱为什么这么艰苦？这个上节吼，咱伫只甲用一个怒吼，伫只甲这个甲抗议吼，我是感觉吼，马政府吼有一个警惕吼，唔通继续积袂落就对啦。啊无吼，咱嘛是百姓爱徛出来。阮大家要讲的心声，就是希望讲你做一个政府爱有肩胛头。啊，唔通吼，选前一句话在骗票，啊，选后拢无承认。虽然天气真歹，也阁不时落着一阵一阵的雨，不过现场贩卖的民众也是要以实际行动来表达心内对政府的失望，希望政府一定要了解现在基层人民的困苦，给予人民的生活来设想，唔通无顾虑着百姓的生活。虽然说政府也要不要纸上空谈，就是造成就是说。没有去注意，就是百姓或是学生族群的一些民生问题。大项拢起透透，民生的问题，你有在重视无？你会使来民间实际了解地方的痛苦、地方的经济状况无？唔通干那拢伫面顶干那看表面尔，安尼人民实在是生存袂落。呼吁咱的政府吼，你爱落来基层听基层的这个心声，袂使干那到面顶讲打高空的这个话，了解到。真正百姓实在是生活袂落啊，真艰苦啊！爱生存，爱公平，爱公平，爱安全，爱安全。伫马英九总统第二任就职典礼一天，民众是以实际行动来抢票，全台各地嘛拢有抢票的活动，是希望马政府会当听到人民生活痛苦的心声。记者蔡凯采访报道。